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圣地。皆显我慈悲名师，护我七上帝。啊，你要懂得人的身体有为法，借用什么都会进来，天人合一。有的比较斯文一点，有的不斯文，蹦蹦跳，哦，叫五金五神，啊、哦，有的是文神，啊、哦，那么合在一起，啊，从内在泉涌你的智慧出来，有的要把你身体全部，魂退掉了，然后他进来，就有如嘞，啊，南投竹山，啊、哦，有玄天上帝，哦，非常的灵。他专门就找这个哑巴的开口，啊，哑巴平常都不会讲话，啊，那个神一来了，他进来了，开始就讲话，讲得清清楚楚，哦，又开示，示范完了退了，又哑巴，这又搞我，哦，这个就是正神呐、啊，所以。台湾有一个啊，和大陆啊，就是说玄天上帝，第二公会啊，玄天上帝文化基金会啦，哦、啊，常常要办论坛呐，就找我。哦，我说你学术论文找不到玄天上帝他的一点皮毛的，他的神威，你在外面，哦啊，你找了几十个。什么学专家学者、大陆学者来谈玄天上帝的那个，你报了一大堆，报到玄佛寺这里来，我没有用，治不了一个人的病。一个在那里皮皮刷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治他？你教授是教授，博士不是博士，博士是人给的，教授是人给的，不是天给的。所以你玄天上帝的精神，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探讨。哦，所以真正的这个宗教和学士，你要宗教和学士融合为一的时候，那就是文身文基文基啦。若是你没有读书来，好多无基，啊，无基蹦蹦跳，神来转波数，神体无半波。神来的时候，什么花样都来；神一退了，什么都没有。哎，好像也没有啊。啊，事实上后面就讲了一大堆，啊，就有如我们高雄，啊，某一班的同修，他原来呢，他是学借公机嘛，啊，借公机呢，啊，那慈悲啊，有一天呢，啊，借公来了，跟他说了，啊，他人呢、啊、借公用嘛，啊，借公用呢，就是，开口了，你要学易经，去王禅老祖道场。哦、而且告诉他高雄道场中正一路286号第十楼第十一楼、哦、高雄道场那边上课，而且呢告诉他火莲禅师的学生、哦、弟子圆和法师在那边上课，你去那边学。我、哦、退咖呢和多头必先啊都记起来，记得很清楚，哇，好高兴哦。啊，就第二天到高雄道场来看呢，哎，人家有了哦，人家有这个高雄道场在教易经，哇，就很高兴了，就报名来上课嘛，来学，啊，学了回去，济公教雄来啊，来了，他就会啊，告诉你这次要买什么书，啊，下一堂上课要买什么书，
讲的刚好我们出版社都有在那边有书，买回去叫他读，每天叫他读，啊，读到一年多嘛，他的之后济公不来了啦，济公不来了，叫他你按照妙法普传所学的，可以帮助众生困难，你按照这样为他解，解这个疑，解这个忧，哇，很准呢，很高兴了。这王禅老祖受到所有诸天圣神佛菩萨所托，传了那么多妙法，所以你们很服气耶，博士班的同学啊，法师啊，哦，这个妙法你外面的书籍找不到了，你放心，咋都揣摩哎，那天上传下来了，你们得到了法，所以济公他就不来了。有一天读了书，济公不来了啦，哦，不来了怎么办？哦，不来了，你按照妙法普传嘛，按照学的，绰绰有余嘛。说好了好了，无要哪，无要安怎，无你要安怎，就按照所学的，可以帮助。就等王禅老祖化身，也是济公的化身，法身化身嘛。所以妙法普传，妙法不是只有王禅老祖的法，所有诸天圣神所托付的妙法，人世间的法都在里面。啊，在过了一几年啊，有一年呢，啊，就刚好是济公的圣诞嘛，哈，圣诞呢，啊哦，啊，那时候济公都过来干鸡啊嘛，又来干鸡啊，这圣神都会来干鸡，给济公祝贺啊。老祖去祝贺啊，什么神都去祝贺啦，到最后一个最小的去祝贺，哦啊，祝贺写的，哈、啊，写都祝出来了，啊，我们高雄师兄啊，啊，几位师兄奇怪，这个字都很面熟了呀、啊，这字啊，这写的都很面熟，原来是混莲禅师写的。原来混莲禅师去跟他做，跟济公作寿啊，写的啊，师傅来了啦！我师傅，我在台东在吃饭啊，在上课啊，我哪有去？啊，你知无？哈、啊，哦，好，最小的去给济公做作寿啦。啊，算什么？先夫借用救机呀、啊，啊，救机啦！但是我讲到这里。你们不要吼、哦，随便哦，挂混莲想不出来啊，吼、哦，吃喝嫖赌也能挂混莲禅师的账，哎，英国那个虎杰个拜托哎，不要乱来哈、哦，我们要正法了哈，哎，啊、哦、那好了，啊、那个嘞，啊、一个方法就是要设立啊这个联位的哈，啊告诉我再把他去某某人抬轿。他的护法神将的连队来这里听经，我现在都在这里要你家，啊，这写好了，报名好了，低头第二天，那天晚上，啊，这位先生他就好好睡，啊，就一直稳定下来。我但是你要注意，他还是跟老婆来问我，哦，他很埋怨，我说你要感恩神。啊，因为你老公劫难快到了，再有神护在身边守护着，尤其你的先生非常非常的慈悲，做人正直老实啊，神才会借用你的身体一起修行，是安尼尔啦，无无啥。安在是不？所以你们到处的，都到处弘法立，立身呢，这方面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嘿。社会大众，你们要怎样去努力啦？好，再来。第三说，在路上捡到一个红包袋。啊、哦，
内装有一眼和头滑，请问如何处理？这个红包袋呢，台湾有这个武士的，一些道的话，就是为人消灾，上面就装一块钱，有的10块钱，有的100块，有的比较慈悲的是用1000块，然后里面装头发、指甲，好装到红包袋，用的是红色线包嘞，有的用黑线包嘞，丢在路上，丢在路上嘞，给人踩过去，踩到人，他的霉运就接到你身上来了，你把它捡起来的时候，霉运就换你来，都换你啊。哦，这个死浪啊，这个法术很厉害啊。若是你们看到这一种，有的不懂，他捡起来好意嘛，有的捡起来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哗，霉运白病都来了。有的你踩到了，踩到的时候你打掉会哈鬼，问题就来了。尤其你踩到了，刚好我们一位师兄的爸爸，当时呢，他早上一大早呢出去外面散步嘛，就看路上的，他没有注意去踩到那个红包袋里面有装着，他也没有把它捡起来啦。一回来差不多快中午，脚开始小背爪，一天到肚起来，一天就起来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后来跑到台中，我求老祖，我那时候在台中嘛，老祖说看你踩到红包袋了，那里面人家是什么黑的做画帅，那怎么办？你也没有捡起来，若是捡起来怎么处理呢？赶快到城隍庙，到城隍庙，你准备水果。一定要三星酒呢，去求城隍爷，我捡到某某人的解运消灾的红包袋，这袋子头发等，请城隍爷慈悲，化解这个灾厄。然后要买寿金、金爪、银爪、瓜爪，买那些都买一点，然后呢修一修，把那个直接放到金炉里面修掉，你就没有事，魔力一点三高五出你啊，这什么病都来了啦。像这个情形，就是捡到红包袋，拿到这个用金爪，你我们有法会，你送到法会来就上吊就好了嘛。若是没有，一条路托你讲，要不够难。只有城隍爷有够难，懂吗？那个扣红包袋啊，那你爱用呢？若是你捡到红包袋用黑线包诶，那个是生死关，生死关的问题。你捡到，有的呢，那个孤魂就移到那身上去，这个也有。那捡到那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你们要教带小孩子出去，看到那个不要捡，红纱线也不行，黑纱线马别杀你就丢了，那就不要捡。但是捡了你怎么办？那么城隍爷，那么你那要去找大神、大庙、和大神、大神。大神呢，然后也是准备三星啦、酒类啦，你就用香花果串，金银财宝较济咧，然后呢去拜拜，求大神当着大神化解。然后一个很重要，你爱布施，布施你爱用蜜。米啊，用几包的米，你爱去做救济，爱做救济要多少包？
那最少要20包的米，不然差不多17包都够啊。那呢用安尼呢去救这个功德，去回向给这个消灾的人，回向给伊。安尼来呢，你都结孽鬼，那无呢免偌苦，家里的灾难都够呀。所以这个呢，这个法是哪一个派的法门呢？我们暂且不谈，但是有这个问题碰到了，就这么解决就好了啦，嘿。第三，狗的骨灰，请师父要如何处理狗的骨灰？有的人哦，现在啊，做生意嘛，两厢情愿的啦，狗的骨灰呢，收一个个。狗的灵骨塔，一个位置还要好几十万呢，跟他诵经呢，那个提个包给他带掉就好了啦。你看功夫呢，那高金，高金就是挂金嘛，不要高矮金爪呢，挂金就是银爪呢，你给他修3000嘛，修。请土地公来做主，土地公的做主呢，这些狗的骨灰呢，家里的小狗啊，他已经往生了，请这个送给狗狗了，金银财宝给他，请土地公牵引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去，你回到家里哦，回到他的本位去。安得善良，请土地公啊，我也是放水牢啦，你放水牢也可以啦，放水牢比较环保啦，我问题，你放水流，你还是要挂金，高矮挂金，那银座啦，那个化灰，34啦，祖先要安放，但亲在。这个，但现在放灵骨塔是否要请回总本山奉送？这里面呐，你在灵骨塔里面签到奉送啦，你可以祖先你安一灵来家，安灵总本山家呢有法会嘛，你把它受连位一个孝道。那就好了，你别讲奉送，你别奉送都已，不对啦，嘿，不对，从灵骨塔将祖先牌位请回家安奉都也杀了啦，别讲来家，若是我们这安灵祖先的牌位在灵骨塔的时候，一件很重要，你要请回家供奉安奉，你只能点香求。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或是地土地公慈悲啊，接引你家里的祖先回到家在哪里，一起回家安奉来祭拜但是你不能把它看成乎邓海，爱注意爱注意，包括你要拜拜的时，你不要像差了，叫人修个背起来。那我会引着其他的外灵来，看你不熟悉，跪在顶，哎呦，引到有他家哦，我都对了，引到给你请。恰恰呢，因为第一次安奉看切操嘛，他们就不回去，拎刀的外国去抓，很多这样。所以这次法会有很多的灵位的问题，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不能看灵符啦，既然灵符看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那你就我们有法会，明年水户法会到了嘛水户法会到了，你就来按着正户牌把这个原来香灰香灰呢你这个剁剁呢换着新妇去古的新妇你就带来仙佛寺或者你附近的道堂一起在那个
那叫做金锣，金锣呢，你买一些金爪，哈、哦，一起奉送。金爪一定爱福金加四黄金，福金、四黄金、银爪奉送。啊，请土地公做主，啊，请老祖做主，将我原来在某某灵骨塔，啊，这一个姓氏的祖先，祖先诸灵，啊，奉送他们回去。哦，请老祖做主，把那香灰提来，用红布啊叠咧，红布啊叠咧，然后咧，啊，和在这个，金锣一起送掉，那就好了。那么在总本山有法会，你怎么安，正副牌，到时候再请回去供奉，安对不对？其他外人来啊，嘿。所以世间的事情太多了啦，哦，啊，三十五呢，啊，三十五了哈，啊，请地母真经时，啊，送地母真经时，果会前不停，哦，告也不别停啊，啊，你这不是这个同修了，好多人都这样。啊，地母是很有当地的，你的祖先也来，啊，所有书房各游灵他们也来听经啦，所以告也不会告诉你说你上的经，啊，有那个威德力啦，啊，送其他经时，但是就不会钱，请出书要如何处理？啊，地母真经，啊，这部经呢？接近我们最近啦、啊，所以这高啊也肥，有的不一定会肥啦，看个人的因缘，很无要紧，很无要紧。好，那哪呢是你就越来肥咧？那我们诵经的时候，你桌子上啊准备土地公金三百土地公金，送完了之后啊，你个上好土地公，啊，你要给我功夫，过三百。这个四黄金，300四黄金，啊，搁300银纸，四黄金就是安住结界的意思，四角头的结界，啊，护法，托你讲福神，那个银纸弄300，送完了就烧开，请土地公做主，啊，护法神像啊，帮忙转世金银财富，好、啊、当下来听。经的啊，法界本地各地无始难的孤魂、诸魂幽灵啊，送他们回归本位，安尼就好啊。安尼听有无？哦，那这情形用安尼做多啊，其他经都一样啦嘿。那送诵经有些高阿的背标识，他看到灵魂界的动物来，好、哦，一家高价背。那么这一节跟各位解到这里，祝福各位。天为公道，普天下苍生去你。